丢人，爷大寿竟然拿着破玩意来应付。你也是老糊涂了，对一个上门女婿也有期待？你们别吵了，他除了会洗一顿饭还会干什么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爷爷对我们家族有大恩，别说想当个上门女婿，就是要我交出整个家族，我也会拱手相让。爷爷您太客气了，这件事还得麻烦您，我的身份您千万别告诉任何人。爷爷，我不想让那个废物当我们的上门女婿。放肆！三爷光临寿宴，寒舍蓬荜相会。千年开花人参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。三爷，您看错了吧？这就是我那废物女婿花500块钱买的破玩意儿。这可是延年益寿的绝世珍品。去年我们董事长花5000万买一株，送给江省顶级的大人物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你不是祸从口出，便引火烧身。